来给我访问一下，你用这台除湿机啊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哦，这台除湿机啊，很安静，然后又很漂亮，外观很美，不会说松松啦吼。啊，最近落雨落甲呢吼，天气介那重，外口规拢啊湿气够重。啊，较早吼我嘛唔知影讲好真啊好用，规个衫裤拢安尼吊的，一面讲打打打，真的很舒服。一个晚上就干了。干了。我拢外口小晒一下，算吹一下，啊，吹一下了后，拢啊收收起来房间，哦，开咧呢，内底连迄个床啦、啊，什么睡起来都很舒服，真搭个对啦，搭上啦，袂讲安尼想较早安尼凄凄有无？啥物叫做凄凄？你知？什么叫凄凄？安尼湿气湿气，有水气，啊，被盖起来拢会寒，啊，即摆被盖起来很温暖，吼、哦，我这也袂倒个。哇，抽出来它就动停了。嗯。好、哦。哦，电工板板呢？整个是满的。满，你要看不？哦，啊，这会多利用。这是多久？除了多几枚？几枚？一个晚上就这么多水？对 对, 对。每天都这样吗？对，反正我有衫裤吊来底，啊个，我吼、哦、厕所门拢啊关起来。哎呀，你看。现在这台哦，这盖的吼，伊个家己个自动开。你看，袂歹吼，全自动，一水也滴一个停开。这几天下雨啊，你都把衣服吊在室内。对，哦，一面个大。啊，白天哦，我出去，伊个待在厝，内底干干燥燥的，非常舒服。嗯袂讲安尼想较早呢，我唔知真哪好用，无早个买呀，很舒服，就像夏天一样。那有像人个棉被啊，安尼有晒过了感觉，像晒太阳晒过。对，很舒服。比较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，啊，就是躺起来就比较舒服。其实这一台还有兼空气清净机的功能。哦，有我有听人讲，讲用的出来拢会香香。嗯哼。嘿、欸、啊，这慢慢啊爱去研究看卖，我感觉安尼个已经有够好啊。对我来讲，我个已经够好。这台是那个徐燕出的，它是空气清净机加除湿机。最主要很静，很安静，很安静，不会吵。别讲安尼话安尼很大声，这个真的不会吵。嗯哼，嘿，我真的除得很干净，我唔知讲要收这水到底都对来的，很可怕。我唔知我内底进哪只水。嗯，可能都是马桶水。无，我即摆有看嘛，决定唔是。这真的是厝内的下一挂吼，哎，我即摆咧厝的时候，我连那衫橱拢啊拍开，就让它顺便就连衣橱里面也一起干燥，顺便除对。哦，那、啊、像你这边一柜一柜的衣服这么多也会一起干吗？会，内底我拢白天哦，热天拢啊拍开，啊拢会除，很不错啦，袂歹啦，这台真的袂歹，好看个水。这台是玫瑰金的颜色，对呀、啊，很不错，就是、跟我的手机的颜色是一样的，嗯、一整套啦。好，呵，未歹，这台真啊未歹，迄不是我咧讲的。好、嗯，那再跟观众朋友说拜拜，拜拜。